带爷爷出门。爸爸，您今天有空，我们带爷爷到东海岸公园去走走。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爷爷，为什么呢？出门很不方便。爷爷，别担心，不是有轮椅吗？我来推您。好吧。哎呀，这里有梯级，下不去了，怎么办？旁边有坡道，是给有需要的人用的，我们走坡道吧。王先生，怎么很久没见你下楼散步？哎，我最近腿脚不好，出门很不方便。别这么说，你看，祖屋楼下有坡道，为居民提供了便利，你应该多出来走走。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这里的闸门这么窄，轮椅怎么进得去呢？爷爷，您放心。嘻嘻，爷爷您看，那里有一个很宽的闸门。谢谢。小朋友，你们可以搭电梯去月台哦。谢谢阿姨。地铁站里有电梯，真是太方便了。小朋友，那里有优先等候区，是给有需要的乘客用的。你到那里去等地铁吧。爸爸，车厢里有轮椅停放处呢。哎呦，我的腰！爸爸，快来帮帮我！怎么了？咦，轮椅推不动，这是什么？爸爸，快让开！这是盲道，是给盲人用的。那个拿着手杖的叔叔是盲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东海岸公园真美啊。爷爷，您应该多出来走走。哎，我的腿脚不好，不方便出门。您看，我们新加坡有这么多无障碍设施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便利，您出门其实并不难。爷爷，以后我带您出门，您不可以说不要哦。好好好。哈哈哈哈哈。